时差八社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文。我不是富二代，没他那么拽。我喜欢曲筱绡这个角色，因为一直以来演的都是玛丽苏剧的那种角色，所以我还蛮喜欢曲筱绡这种两面比较风格都很明显的人。我喜欢曲筱绡，我眼里都是她的优点。我给她已经把整个人生都给她丰富完了。从她一路成长起来，在我的内心，曲筱绡为什么会有现在，这些都是有原因。还是那么帅吗？改变啊，更帅了，越来越帅了，真没保持。就是瘦，对，不太容易长肉，我就可能吸收不好。皮肤的问题，面膜吧，早晚各一张，然后多喝水，做好防晒，舒服吧，舒服为主。T 恤，把这事解决了就完了，我就觉得就开心了。那肯定是 Andy 啊，因为 Andy 在戏里跟他是最互补的两个人，一个情商高，一个智商高。这那就豁出去不要脸呗。哎呀，你这样特别不会撒娇，不要用这样撒娇好不好？哇，这个角色跟曲筱绡完全相反，一个天才人物，有点像名侦探柯南的感觉哦。